哎，行了，这咱们解鞋吗？嗯，哎呀，现在这个没有这心情了，满足的了。解鞋提鞋，小二姐，我啥都走，你不得去摘水？咱那么一个老农村种地的，咱们他妈的那玩意儿瓢了那不树了，他们玩栽了。你拿饺子你就这么说，你吃一口，你说石头啊，你说啥馅饺子这么好吃呢？是啊，这什么馅的饺子呀？真好吃，你说什么馅呢？嗯，你饺子皮太硬了。我这咋说呢？这啊，你说啥馅儿？老叔，这馅儿你真就没吃过。馅儿真小。你就说那什么花那个。嗯。啥馅儿？这个馅儿你真没吃过，这叫槐花馅儿的，知道吧？你睡一下午觉，你能知道啥？真香。嗯，哎，王冠，你松的都松不了。嚼一下，你就往边拿嘴，光嘴上脑瓜，还得练。油说的呗，多练呗。你这玩意儿，你不得导演指挥演员呢？哪有演员指挥那个导演呢？嗯。是不是？做香蕉啊，它都百分百硬乎的。不是是不是？给大嫂喝的。老爷子的。我。头一天，大爷，我操，这大爷第二天连换个老爷，我操，这样我。我说老爷子谁？他还给我俩装相，你知道还不告诉我？他就是，我不知道。那你在这里你也来过呀？哪里没来过？抠逼！我他妈撒钱，白他妈要老爷。这样告诉我是老小，可以给你起个老爷。头一天叫大爷，第二天叫老爷。我操！那过两天说没了呢还。木乃伊。咋整？咋叫老爷？白酒费一分钱没来。欢迎上我这卡啊！给你刷好几块钱呢，别闹了。你明天上我那里刷呗，我那刷完是我得的。嗯，不让他们那个。什么？他那得不着是吧？嗯。找不着人儿都，找啥都找不着。你关注我呗，明天我给你发信息。他在搁那哪里整？我开了，我就给你发信息。我老找不着。弄死那味儿。我就那天你发了，我干啥了？我干活了。人都找不着，我找他都找不着。干活呢。我就是找你快。嗯，你这样说。你说这小子，你说你真炫是，这不够吃，不够吃啊，还夹挖了好几个，怎么的？你说你真炫是的，你说你瞅你老叔真炫是，这小孩不死、哎，就这种，哎呀，瞅你这叔真炫是，你没吃过饺子，那碗里整好两三个呀，我吃你的了，你吃谁的？你咋像你人一样？怎么事这么大人了？不能吃，滚犊子！还有，我还不知道吃个鸡巴的人，你自己炫吧。明天一路走好、啊，快这表弟，终于考上了，对，终于考了西门。山东的真他妈有倔劲，我操，那山东考上了，又捡起来了，还没吃完呢，不捡起来了。我就找你二肚子，完八出出完了。就你关注我自己，你没关注他呀？关注了，是吗？找不着他，欢迎狼来了啊！可能找不。